后他那个脚，我觉得刚刚那个是脚是就脚的非常非常，然后他就比我厉害。不是有脚印的那个大腿在上面，因为他突然的感觉。妈妈。赚比我们多钱？哦，对啊，我赚的比你们多钱。好像也是赚了。只要是好玩，就是在那里赚钱。前面就一直在晃，一直晃，这样左右晃而已啊。